妈妈到，妈妈到，妈妈到。怎么这么多人叫妈妈？是呀，我们都叫妈妈，是不是胆小？不对呀，你们明明是贝尔兄弟大宝奥妹啊！我们是妈妈，你看，我们头上就是妈妈的名字。不对呀，我接到举报，你们中有假的妈妈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更不是我。啊，别看我，我可没说我是妈妈。我看你就是假妈妈，就是你的头上都没有妈妈的称号。什么？让你不能去妈妈烹饪大赛了？真妈妈们，我们走。大家，大家这是怎么了？青灵仙子，你为什么说我是假的妈妈？明明我本来就没说我是妈妈啊！我知道啊，那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中了黑暗魔王的妈妈魔法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什么？跟我来。卖妈妈卡片，只要拥有一张就能成为妈妈。给我一张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是妈妈了，我也是妈妈了。天哪！大家为什么都要变成名字是妈妈？黑暗魔王，你不许再卖妈妈卡片了！你管我，我想卖。可是大家都变成一个名字了，红黄王国岂不是要变成妈妈王国了？变成妈妈王国，好主意！黑暗魔法变！我这里还有妈妈模样卡片，用了就能长大变成妈妈的样子。谁要？我不要！变！天哪，糟了！这下桃花王国真的变成妈妈王国了。白雪，你也变成妈妈吧。哎，啊，糟了，我怎么也变成妈妈了？白雪，你在哪？我在这儿。糟了，白雪和他们一样了，我找不到白雪了。精灵仙子，我在这儿啊。糟了，精灵仙子也认不出我了。精灵仙子，你干嘛把我叫到这里？从今天开始，童话王国禁止模仿妈妈，你们都给我变回来。啊，好吧。怎么还有三个妈妈？我不是说了禁止模仿妈妈吗？我没有模仿，我是白雪，我变不回来。不可能，你们中只有一个是真白雪。就是我。这可怎么办？真相之镜不在我手里，检测仪也不在我手里啊。用我的照妖锅吧，妈妈们进锅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，不好玩。这三个妈妈没有一个是白雪，那白雪跑哪里去了？在这儿。怎么又来三个妈妈？我的照妖锅没有能量了。快看，他们三个的头上都有蝴蝶结，但颜色不一样。哎，对呀，白雪喜欢戴蝴蝶结，他们仨肯定有一个是白雪。不过我忘了白雪的蝴蝶结是什么颜色的了，是绿色、蓝色还是红色呢？是绿色发一一，蓝色发二二，红色发三三三。快告诉我，我是100分白雪，智商100。我是100分贝尔，智商100。我是80分大宝，智商智商250。黑暗魔王，快给我们打饭吧！不行，你们的智商你们说了不算，必须回答对我的问题，我才能给你们打饭。第一题，大宝，请问什么水果的视力最差？视力最差的水果应该是黑葡萄，因为它最黑。回答错误，我不能给你打饭。哎呀，不是黑葡萄是什么吗？应该是芒果。芒果，芒果，看不见的水果，可不就是视力最差吗？这也算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好的，白雪请听题。李伯伯一共有7个儿子，这7个儿子又各有一个妹妹，那么李伯伯一共有几个子女？这还不简单，李伯伯一共有8个子女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14个。白雪回答错误，不能给白雪打饭。什么呀大宝，就是8个，因为妹妹最小，是7个哥哥共同的妹妹。白雪说的没错，给白雪一份香辣鸡翅套餐。哇，好丰盛呀，谢谢黑暗魔王。耶，不客气。下一个轮到谁？终于到我了。黑暗魔王，快点出题吧！铁锤锤鸡蛋，为什么锤不破？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因为鸡蛋是铁做的。你别捣乱了，大宝。铁做的鸡蛋那叫铁蛋，人家问的是锤不破，原因自然是铁锤根本就不会破了。恭喜贝尔回答正确，给贝尔一份红烧鸡腿套餐。我最喜欢吃红烧鸡腿了，喵喵喵，真好吃。我好饿呀，我也想吃饭。孩子们，饭后甜点来了，让我先来，我还饿着肚子呢。老规矩，回答对问题才能领蛋糕。哎呀，怎么还要回答问题呀？大宝，你不愿意就站后面去，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谁说我不愿意了？问就问。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？一加一不应该等于2吗？怎么会等于3？不行，我还是先看看情况吧。那，白雪，还是你先来吧。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3。
白雪回答正确，给你一块水果蛋糕。下一题，新华字典有多少个字？这可太难了，我可没有认真数过。这还用数吗？不就四个字？恭喜贝尔，给你一块巧克力蛋糕。哎，原来这么简单啊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飞机飞得再高都不会撞到星星？为什么呀？这个问题好难呀！难道我真的要一直饿肚子了吗？白雪贝尔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不行，谁让你刚刚插队？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你们帮帮我吧。可是这道题我也不会，不如问一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吧。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可以发送弹幕告诉我们。小伙伴们，拜托你们了，喜欢视频就点赞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兔子吃胡萝卜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熊猫吃竹子连起来，长颈鹿吃树叶连，狗吃狗粮，可是这里没有狗粮啊。我想起来了，狗也会偷吃鸡，我连。看我的连环招，猴子大闪都吃香蕉，我连。我也要加油了，猫吃鱼，企鹅吃老鼠，我连。回答错误，时间还有十秒钟。怎么是错的？猫就是吃鱼的。贝尔，你就是连错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猫吃老鼠，企鹅吃鱼，把它们分别连起来。动物连连看第一关，白雪获胜。耶，太好玩了。贝尔，我们一起玩第二关吧。哼，我不想玩了，你自己玩吧。这个游戏必须两个人一起玩，贝尔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白雪，我和你玩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欢迎来到第二关，难度升级三连看，请将左边的动物和它们的叫声与英文名字连起来。这个简单，我先来。猫的叫声是喵喵，它的英文名字是 cat。我也来，狗是汪汪，英文名字是 dog。公鸡哥哥 cock， 我连。猪，小猪佩奇，我知道，它的叫声是，英文名字是 pig。我不知道大象是怎么叫的，这可怎么办？白雪，因为你第一关获得胜利，所以现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，你要向谁求助呢？我要求助老师。老师，我是白雪，你知道大象是怎么叫的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我刚刚还听到大象的叫声了。大象的叫声和牛很像，是哞哞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你。大象哞哞 ，elephant， 我连。就剩最后三个了，他们连起来一定是对的。老鼠吱吱，英文名字是 mouse， 我连。第二关结束，你们都得了三分，达成平局。怎么是平局？恭喜你们触发隐藏关卡，现在请看图片，说出这种动物的中文名、英文名和叫声，回答正确就是这次游戏的冠军。我知道这是企鹅，生活在寒冷的南极，它的英文名字和叫声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看来这个游戏我输定了。下面由白雪回答。企鹅的英文名是 Pumpkin，但是我也没有听过企鹅的叫声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企鹅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的翅膀不要了，我的人鱼尾巴不要了，我的王冠不要了，我的蝴蝶结不要了，我的鞋子不要了。喵喵喵，真好吃，我变。以后你们就跟着我混吧。好的，垃圾桶大人。白雪贝尔天仙的王后阿姨。奇怪，童话王国的大家今天都去哪儿了？是呀，怎么地上一个人也没有？暴雪垃圾，小垃圾桶们给我烧！大宝垃圾我吃，熊妹垃圾我吃。白雪贝尔，你们干嘛？放我们出去！你们怎么变成垃圾桶了？还要吃我们？这是地球妈妈布置给我们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别跟他们那么多废话，快走，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吃垃圾。好的，垃圾桶大人。哎，白雪贝尔，垃圾我吃。精灵仙子，你干嘛？别说话，跟我们走。很好，我的垃圾士兵们，你们已经学会吃垃圾了，现在把垃圾都倒进垃圾回收站吧。是。不要，我们才不是垃圾。你们怎么不是？地球妈妈，你们看看，你们把我害成什么样了？我们怎么害你了？你们看啊！我踢！哎！真有意思！大宝，把我们的垃圾还给我们！
垃圾就应该在地上，我从来不往垃圾桶里扔。可是这样你就把我生病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些垃圾被大家踢来踢去，臭烘烘的，让我都无法呼吸了。我对不起地球妈妈，我们可从来没有乱在地上扔过垃圾。你们是没有在地上乱扔，你们扔到哪儿了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扔到河里了。地球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们再也不要扔垃圾了。我也不乱扔了，你可以原谅我们吗？那你们也和白雪他们一样，变成垃圾桶，帮我清理垃圾吧。给我你们最宝贝的东西。给你我的零食。给你我的魔法药水。给你我的熊头套。喵喵喵，别！好了，去吧，收集垃圾去吧，让我的身体早点好起来。是。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乱扔过垃圾呢？如果有，以后一定要改正哦，不然。伙伴们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妈妈，不要走！哎呀，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不要跟着我。妈妈，不要走！都说了我不是你们妈妈，我要去上学了，别跟着我。不要嘛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到底是谁家的光头小宝宝跑出来了？你们看，这是不是你们家的光头小宝宝？不是我家的，不是，也不是我家的，也不是我家的，只有你们家才有小宝宝，肯定就是你们其中一家的。我家宝宝不是光头，我家也不是光头，那就奇怪了。那这两个宝宝是从哪里来的？妈，我们要爸爸，要爸爸！哎呀，又来了，别叫了，我不是你们妈妈。小宝宝们，来王后阿姨这里，告诉阿姨你们的妈妈是谁？是白雪，是白雪。哎呀，不要胡说！王后阿姨、围裙阿姨、巫婆婆，那你们说我要怎么办啊？我不能一直带着他们吧？我还要去上学。这样吧，白雪，你先去上学，我们替你带他们。王后阿姨，你问我和奶奶吧，我和奶奶。好，巫婆婆，巫婆婆，我要玩权杖。不行，小孩子不能玩这个。不要嘛。我就要玩。不行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巫婆婆让我来，宝宝，给你魔法棒玩。哎呀，可算不哭了。天哪，我也受不了了，白雪，你快回来吧。白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们也走了。啊，你们怎么都走了呀？那他们俩怎么办呀？白雪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妈妈，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啊？白雪，贝儿姐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快去找他们妈妈。我找了，可是王后阿姨他们都不是。那你问黑暗魔王了吗？黑暗魔王家也有两个小宝宝。什么？黑暗魔王家也有两个小宝宝？是啊，是黑暗魔王的弟弟和妹妹。不过他的弟弟妹妹是不是光头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我去问问。弟弟妹妹呢？牛角怪，你看到我的弟弟和妹妹了吗？没看见。啊哈，我的弟弟妹妹呢？牛角怪，你快给我弟弟妹妹找回来。黑暗魔王，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弟弟和妹妹？是弟弟妹妹。白雪，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弟弟妹妹？黑暗魔王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？弟弟妹妹们都跑了，你也不看着，还好遇到了我，快去找你们哥哥吧。哥哥，快到哥哥这里来。对不起弟弟妹妹，我不是一个好哥哥，哥哥对不起你们。白雪，谢谢你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。小朋友们，长按大拇指按钮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